现你浪漫而澎湃的奇迹，交换了生命的诚意。青春它以你我全部的名义，打开沉默的程序，从此有自己也有个你，颠簸却兴奋，一起跑下去。颅内脓肿手术视频。明天许元山妈妈要做手术，我要做王医生的副手。那他没什么意见吧？对病人一视同仁是每一个医生的基本素养，这点信心他对我应该是有的。手怎么又受伤了？啊，训练时候滑了一下，小伤。又小伤，天天说都是小伤，在你身上就没有小伤。担心我？担心你。你是猛虎突击队的队长，你的身体状况关系到每个人的安危。哪儿有那么夸张？就是这么夸张。你想想啊，当时我手上握着手雷，我唯一能信任的人只有你，我就是等于把命托付给你了呀，邢队长，你责任重大。为了和我一样的那些在未来可能会把命托付给你的人，你要好好保护自己，不要再受伤。嗯。你当时跟我说我是警察，我当时就觉得好像没那么害怕了，而且我觉得你真的好帅哦。夸你呢。嗯，是很帅。行了，外面了，别送。那你到宿舍跟我说一声。啊。你明天的手术，加油。走了。身体出了一些问题，可能参加不了比武。您明天下午有时间吗？我和您聊一下。啊，好。妈，你别害怕，睡一觉起来就好了。我看你比我紧张。我没有。我们现在要推病人进去做麻醉。嗯，好。妈妈就麻烦你了。放心，我们不会有事的。嗯，
我，有空咱们俩去一直说的那个网红咖啡厅打卡吧。行队了，在省外门诊，是不是他家又有小队员不舒服，他陪着来看了？我没听他说呀。哦，行，我先送东西去了啊。病人麻醉已经完成，生命体征正常。好，我们开始。米卡，这次你来操作，我来给你看着。好。因为患者有两个脓腔，相互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我们争取用一个骨创将两个病灶切除。先用洗刀洗一下他的骨瓣。洗刀。注意，骨蜡封闭颅底骨缘和硬脑膜张力，悬吊硬脑膜后打开。血压多少？体温36，血压90/60。问题有点严重，直接进抢救室。快快快，别让他！王医生，急诊有一名车祸伤员严重脑出血，需要您去看一下。我下去看一下。米卡，你继续操作。好。佳丽，你看着，有什么问题立即通知我。是。出血量变大，血量太大了，我找不到出血点。稳住，盯紧点心。是上一个星期一起。患者血压开始下降，他血毛有点肿，有可能会影响到脑干，这很危险。尽力扩大骨窗减压，同时显露出血点。我找到出血点了。
口太大，就您止不住。血压下降到70，用一个临时动脉带夹。现在患者血压多少？血压90。你看，刚才你做的很好啊，手术室遇到险情啊，最重要的就是不慌，医生不慌，病人才能获救嘛。是，不过还主要是有贾老师指导我。哪里啊，我说过的话加起来不超过3句。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好，再见。拜拜。放心吧，手术很成功。谢谢王医生。你应该好好感谢米卡跟贾医生，刚才是他们临危不乱稳住了病情。哦，哎，米卡呢？啊，他好像有事先走了。哦。我刚下手术，让你久等了。哦，没事。你这拿的是谁的病历啊？之前不是和你说我一朋友得了什么脑垂体的腺瘤吗？啊。其实就是我。你现在怎么打算？今天下午刚预约了专家，准备先看一看。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我也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告诉我，我们可以一起承担，一起商量啊。压力已经那么大了，我不想给你添麻烦。我是你女朋友，我们俩一起经历这么多事儿了，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不告诉我？你在外面再坚强再强大，我都没有那么在乎。我希望在我面前的你是最真实的，哪怕是最脆弱的，我都可以接受，我都愿意陪着你，好吗？你不是也说了吗？不是什么大问题。是不是大问题？可是不认识你啊。你告诉克劳姐了吗？还没有，我还没想好怎么跟他说。我的判断也是需要尽快开颅取出来。那恢复周期呢？这个要看个人体质，我们做这种手术呢难度不大，但是开颅总有风险。特别是考虑到刑队的工作性质，那微创呢？这种情况有很多案例，不都采用的是微创吗？它的瘤位置不好，瘤体相对大，微创的难度比开颅要大很多，而且很难切干净。是，微创恢复相对快，但是万一术中发生危险，会适得其反的。那就开颅吧。最快什么时候？我看一下，下周。行，下周可以。
你真的决定了？我现在这个身体的情况已经完全影响我的工作，而且比我身体更重要的是我身上这份责任。我要对我的队友负责，要对人民负责。所以反正怎么样都是不能工作，我还是选择面对吧。反正无论发生什么，我都陪着你一起面对。你不陪我面对，你还想干嘛？哎，这儿呢，这儿。很好吃啊。对不起。你没事，放下。我去趟卫生间擦一下就好啊。坐。坐吧，坐坐。过吗？你说，要是别人弄脏他的衣服，他还会不会这么淡定？像他这么工整的人，应该百爪挠心才对。要不下次你试试？哎，别别别，我求生欲很强的。你早餐。您的早餐，谢谢。这话说呢？我一直有个疑问，但我不知道该不该问。我要是说不该问，你会不问吗？啊，那倒不会。哎，就是你怎么追到邵雨涵的？谁跟你说是我追他呀？全校都这么传呢，说你都追人家追到电梯口了都。在跟我说话啊？干什么？嗨！嗨！哦，好，Rain。How are you doing? Lot of work, exhausted. What are you doing today? I'm not sure doing stuff. Maybe grab some coffee later. Okay, then call me. Okay. Why not? Okay. Bye. Bye. 刚才说改什么？我记录的那个血种范围和出血点描述不是很清楚，所以我想。修改一下。那你这累成这样，就是来跟我说这个是吧？啊，它虽然是一个模拟手术单，但是我还是想严谨一下。还有就是，那天我不小心把咖啡洒在你身上，是我不对，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不让我修改。你叫什么名字 ？Tracy， 邢克瑶。明天早晨，准时放到我桌子上。还有，之前把咖啡泼到我身上，记得买一杯请我。怎么了？看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什么问题很难回答？啊，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明白。逃避就是等于心虚，心虚。
就是默认。你俩聊什么呢？没什么。哦，对了，那个下午有一个游览有机农庄的项目，你们要不要一起去啊？下午。不是，怎么突然沉默了？去还是不去啊？我都行。我随便。你都行？你随便。那大家都是都去了，你们就简单说去不就行了吗？你们俩真是默契。那咱们就下午酒店门口等了。可以。喝粥。身体怎么样？还可以。你上次跟我说，您请假就是因为脑子里的瘤。对。今天来也是想和您说这个事儿。我想退出迷雾，转去做后勤。都考虑清楚了。嗯。现在这个病会影响我的视力，不能因为我一个人影响全队啊。那你觉得谁顶替你的位置比较合适？文波和文静他们两个配合得很好，我觉得狙击项目完全可以胜任。至于新加的越野摩托，文波也练了很久。像复杂地形追捕的话，罗婷是最适合的。行，就照你说的去做。你以前参与的射击项目，让文静替补你先参加训练。替补？好的，我。看来你是我带过的最优秀的队员，我知道，不到最后一刻，你是绝不会放弃的。我也一样。至于换不换掉你，等手术结束之后，看你的身体状况，再做决定。行队，今儿休假，怎么这么积极？行队，今天我们陪着你，你练多久我们就练多久。你的情况，兄弟们都知道了，大家都想陪陪你，除了陪你，我们也不知道做什么。行队，接下来我们练什么？好不容易放假，休息吧。我们可以陪着。这是命令。所有人起立。算了，我们自己静一静吧。向左转。起步走。来，米卡，什么事儿啊？邢克磊的脑子里长了一个垂体腺瘤，压迫了他的视觉神经。医生建议尽快手术治疗。我知道了。哎呀，邵大主任，你说你要怎么谢我？我谢你了没有？明知故问呢？要不是我提的游览项目，你能约上？我
你先管好你自己事儿吧，找个女朋友再说啊。你这人真是……啊，来了来了。那个，怎么了？刚才米卡打电话说克雷检查出得了垂体腺瘤，电话里也说不清楚。我下午不去了，我订了最近的一班飞机回去。我这明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没法跟你一块儿飞回去。这样，先别着急，回去之后把他所有的检查结果和报告发给我，我先看一下。谢谢。上去收拾东西，我在大堂等你，一会儿送你去机场。好。那，你们别管我了，你们先办重要的事儿，我自己搞定。没人要管你。再见啊。你心情一不好，指定来这儿。聊点牛肉面。好的。我记着这店好像还是陆峰发现的。哦，咱小时候每次训练研罚就来这儿吃碗面。那会儿皮呀，不懂事儿，都欠收拾。我记着那时候是沈对待咱们啊。是啊。你这什么眼神啊？我怎么觉得你欠收拾啊？我什么眼？你要是皮痒别牵连我啊！我这个，你没事别招惹好队。我有病啊！哎，咱俩做兄弟也是一辈子的啊。你的面。来，谢谢。美女，这儿加一碗牛肉面。好的。饿死我了！说曹操，曹操到了。你不是在泰国吗？你不知道有种交通工具叫飞机啊？泰国几个小时的事儿，我买今天晚上机票再飞回去。就为吃碗面？这面得多贵啊？还是因为你小子？我说你那天奇奇怪怪，有事干嘛不跟兄弟说呢？啊，一个肩膀扛不住，我们三个肩膀还不能行啊？你们记得不？以前咱可是谁输了训练谁掏钱。反正我是没掏过钱，我记得全是你花的吧？他也付过。要不是我那会儿发烧，我能输给你这小短腿啊？谁小短腿啊？你别人身攻击啊！我那会儿刚进警校的时候，人领导可说过，我这形象适合干卧底，就像《无间道》里面陈永仁。谁叫？谁叫我呢？明明是在叫我的吧？你刘建明、啊，你朱大哥来了。明明是你的洗澡必唱歌曲。几度风雨几见，朱春秋，风霜雪雨我寂寥。接着，接着。金色的。哎，坐坐坐，坐下。你说你怎么神出鬼没的呀？回来也不说一声。你是打算进了 ICU 再通知我是吧？知道了，也不是什么大病、啊，不严重、啊，就没和你说。什么叫严重啊？通知我收尸就严重是吧？能不能盼我点好？哎，我问你，如果爸妈知道，你让我怎么说呀？我一个当姐姐的，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你特别要强，你希望你所有的事儿都是你自己搞定的，但你是我弟，你要这样的话，我只会更加担心，你知不知道？我知道，这事儿吧，就是
我脑子里长了一个什么垂体腺瘤。我也觉得你脑子里有瘤。你是学医的，你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大事儿，所以不用担心，真没事儿。不大呀。我不担心，我就是生气。我是读神外的，我不知道吗？不就是脑子里长个瘤吗？对吧？小手术，特别小的手术。你说，伯伯，餐餐面吃不吃？午餐肉少搁点油。你还好吧？没事。邢克磊的事情听说了，垂体腺瘤不是什么大手术，你别太担心了。作为医生，我当然知道，可是作为女朋友，好像不担心是不太可能。但是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调整好状态，陪他度过这次难关。谢谢，是我应该谢谢你，在手术室里为我妈妈做的一切。那是我应该做的。记得，我们跟那个胸外伤病人一起困在电梯那次，我就做不到像你那样勇敢。可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话，可能我妈妈现在还在 ICU 里呢。谢谢你的理解。米卡，以前我跟你当朋友，是从心里觉得你不如我。可是后来我看邵主任那么器重你，特别不服气。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越走越错了。佩珊，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一个学霸，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医生。米卡，对不起。我接受你的道歉，我们还是朋友，像以前一样。跟你说了，不用来接我吗？怎么着？现在就开始嫌弃我了，啊？没有。为您服务是我的职责所在，只不过今天司机不能开车。咱们打车吧。我们坐公交车吧，这个点有空位子，好吧？行。我来，别动，你乖乖坐好，等着吃。难得我姐做饭，
怎么了？啊，我平时对你不好啊？你小时候还没灶台高的时候，不都是我做饭吗？有吗？谢谢。吃。哎，真是亲姐，一点肉都不加。多吃点维生素对你好。嗯。好。你尝尝我姐这西红柿炒鸡蛋一绝，多舍得放蛋，放这么多蛋。够了啊！你这几天是不是休假？还得回去，有些事要交接。赶紧把那些事儿处理完，休息两天吧。地球离的你又不是赚不了了。我又没做手术呢，我歇什么呀？我觉得柯小姐说的特别对，术前也不用太疲惫。哎，我正好有两天假，你要不然你把你们那两天假也提前一点，我们俩好久都没一起出去玩了，我们一起逛逛街，看看电影什么的。你不是马上要年终考核了吗？我都准备好了。哎，那个我冬天要去加拿大滑雪，你去带着米卡上街给我买个最新款的滑雪服。好。您那一屋子滑雪服可都没怎么穿过，还买啊？我要新款。不是，你俩能不能正常点啊？这样搞得我更紧张。好像有什么大事儿，胡说八道。要真想让我舒服点，你好好的准备考试。您把您那点滑雪服洗吧洗吧，继续穿。来来来，吃菜吃菜。哎，多多吃。不是，我这生个病，待遇也太好了吧？吓人，是有点慢。搞得我跟大爷似的，来，你给我捏腿，腿不舒服啊？哎呦，哪儿还不舒服？这也肩也不舒服啊？行，舒服吗？怎么展现你的柔弱呢？跟那吃劲儿，来点儿。我使劲儿嘞。要不然我洗吧。我去看电视。来，柯小姐呢？啊，出去，给你机会展现贤妻良母的一面。其实，我觉得他一直都特别在乎这些事。他只是不跟我说，也不表达出来罢了。他心里是有苦的。有时候，得病的那个人，并不是最难受的。最难受的，是他身边关心他的人。特别希望自己能帮他分担一点，做点什么。可后来发现，什么都做不了，做什么都没用。你可以的。一开始，我不是都丧失希望了吗？是你，米卡，是你让我坚持下来。那
让我相信还有奇迹。我们米开想做的事儿就一定会坚持下去。嗯，是邵主任，你不是参加学术会议去了吗？是啊，但是我可以选择提早回来啊。哦，嗯，邢克磊的事儿我听说了。啊，嗯，但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手术，就是担心他术后没有办法再回到一线，是吗？因为开颅手术的话，很有可能他以后训练很多动作都做不了。嗯，所以你就想多查一些资料，看现阶段的他适不适合做经蝶的微创手术，是吗？王医生说他的瘤体很大，位置也不好，经蝶手术的难度很大，很难切除干净。嗯，但我觉得我可以。虽然手术有一定的风险和难度，但是他的报告我都看了，我可以一试。谢谢邵主任。我是医生。就好方案了，邵主任说可以给你做进鼻蝶的微创手术，这样的话恢复周期也短，然后伤口也小，说不定你还能参加比武比赛呢。这么晚就为这事儿？就为这事儿，我知道你在意，你就装着不在意。你的肿瘤大，位置也不好，其实做进鼻蝶的微创手术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邵主任说他有把握把风险降到最低。开颅肯定是稳妥一些，但是微创的康复周期要短。我现在把这个选择权交到你手上，你怎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命中注定是我的。